有看到无？宋濂的油膏，如今难顶缺陷，嘛爱像伊这款的精神呐。当然啊，咱的受尽伤心的目屎，爱向前行，向前行。大端呐、啊，你甲你教还搁听无？我是讲宝宝。想讲啊，阮这个媳妇往到厝底要来甲你请安，啊那看你参像好过是无？有吗？你吼、哦，迄目屎拢袂干呢。你搁咧想遐个囝、遐个翁仔吼？回望往事，就不堪念去。好啦，你的好心我好感动。宝宝，你今天遐伤心呐、啊？你想看卖影的，咱平平拢是真会看好，大家人的心情拢会使互相体谅。可是你也无同安尼，因为你可能无外久就会使去陪伊啦。但是你讲啥物话啊？你即马是咧哭疼，也是咧误解我？难道我平常时啊对你无好？我是一个恶大家。所以你即马讲话就是咧纠缠我，安尼唔？不是啦，我想讲吼、哦，要解开你的心情，看你这么艰苦，要给你安慰啦。知啦。煞讲唔着话。但是呀，咱也要讲话。三思而后行，人会当得，话袂用的性，也若无言多必有失。安尼哦，好啦好啦，我较卖讲话啦。好啦，安尼即个所在。好好当天说地，也伊也来坐。哎呀，连呐！上面水管的钱不付，赶紧买去。女主面容曾经二秒，不用下二秒。李淼啊，你是看什么？你敢不是金水六路定秀才应门官？为何今日你到林府的出王去？是啊，万龙君，你人在哪里呢？李淼，你有所不知，背后宗主陈家文道功夫厉害，拜个领导，大哥亲手当凶的。是什么？哎呦，一日的天气降低了。你阿妈呀，你阿妈呀！我心急啊，半天。一日白虎当主，真是假哩搞？当然啦。如今我的娘子相思，我袂低调。敢讲伊存心要来做的？这件大事不能轻易妄动，何你辛苦，我会受得对称，先在此受伤。李淼，请你放心，爱表送我八千两，伤心无偌久，李老王兵队派出来哦，就要让你奔波劳苦，阮这官府先立到后方，相当一个好对称。接过来做大帅，是是是，多谢李淼。对，进第一来。